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节叫做华节，它其实呢是一个单节、平节的这个延伸。那我们刚刚呢不是做了一个 loop 吗？做了一个回圈。我们本来不是这样子插进去打节，它就是一个单节了吗？好，我们今天没有要这样，我们今天没有要这样。我们今天呢，这可以留长一点。我们本来不是创造了一个 loop 吗？这个时候你本来要把整根拉过去，我们只要抓一点点。好，抓一点点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束紧了。这个时候你把它束紧的时候呢，你就得到了这边有一个小回圈，那呢，你的滑节就完成了。那为什么它叫滑节呢？其实就是因为这样，有没有？一个魔术，它就变回一条绳子了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滑节，slip knot。